大家好，又到金蛇老师的速读时间，一样，订阅人类从网址进入，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，把小铃铛打开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对老师很赞赏，除了按赞之外，怎么样？把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把粉讲出去。那如果要留言华最佳人，如果还是有问题，可以加老师呢。老师奈的 ID 是0918568516哈。那我们继续，这个酒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这个酒。好，再杀过去，这个酒，好，这个就酒就怎么样，冰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哈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二。好，好，那这边差一个，这边一二，这个放三。好，那我们看这，这边差哪？好，我们看这边差多少哈？这个是这边差一跟多少？一三，好，这没办法确定哈。好，那我们再看。好，这个六过来啊，好，这个看看，这个六过来，那这个六过来，还有这边呢没有六哈。好，那我们看是什么配哈，来，三一配啊，三一这边应该是三一哈，好，这边三一，那我们看这边差多少，一二三。好，四五六七跟八，好，没办法，这边七八也没办法确定，这边七八也没办法确定哈。好，那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两个也不知道哈。好，那我们看 B1 是什么配哈 ？B1。好，一定不会九五配，好，那是不是五二配？好，五二配，那这边就这边哈，你看，啊，这边也是不知道哈，这个好，既然是五二配，这个六过来哈，那五二配九多余的哈，那六哈，我们看六要放哪里哈？这边有一个，来。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哈，那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六一定要放这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五二配嘛，所以六这两个都不能放，那放这边嘛 ，OK？ 好，那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六哈 ，OK？ 好，蛮细微的哈，很不好看的啊 ，OK？ 啊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六哈，六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 ，OK？ 那我们看看再来怎么样？好，那这边我们看看是，好，来这个，好，那来哈，是不是什么配？好，再来是三，好，这边我们看一下，一过来，这个就一哦，来一过来，这个就一哈。所以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就一哈。好，那好，这个就是多少啊？一二三，这个就是三哈。好，那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不知道哈。那应该我们就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是 A3 哈，是什么配？五三配啊，所以这边放五吧。好，那。这个五哈，所以五只能上分占这两个嘛。那这边五三，这个五三，这个就是放五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，这个五，那不就五在这边哈，这个就五哈，哈，来，这样子啊，这个五，这个就是五哈。那既然五三配，这个就放三啊 ，OK？
好，谢谢大家。